가요? 你是唱歌门找我的好哥们还有什么你是说吐了人家一脸盆想出门坐口气还穿了个大屁股墩玻璃盖卡不低幸好没喝着老妹可是那天走来一个小老妹跟我说你好大哥你有没有事我抬头一看这老妹带劲儿，大眼睛，双眼皮，绝对是个大美人。还有老妹儿，没事儿，你扶个坐那儿。相逢何必曾相识，你陪个姐姐妹儿。老妹儿，宝贝儿，还有什么？你轻轻的的嘴儿，明天就是以后，可亲当媳妇儿。还有什么？还有什么？还有什么？这时那边走来一个小老妹儿，对我说：“你好，大哥，你有没有事？”早区搞笑视频群社区，右上角添加朋友，再点击公众号，搜索 BGG877，BGG877，关注后免费。